天穿厚外套披发，邋遢又萎靡，且经典头发蓬乱，侧面烤虎背熊腰，想要视觉显瘦无尽，正确发型口诀是登高颅顶，减少脖子头发的堆积，这三块韩味发型15秒就能搞定，早八人赖虎床都能美美出门。穿连帽卫衣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低丸子鸡毛头焊在头上，头顶先拨一缕头发侧分，抬高颅顶，然后把头发拢到后脑，用皮筋扎个低马尾，绕到最后一圈的时候，手指伸进橡皮筋里，捏住发根的手，慢慢往外掏头发，左右手拇指交换一下，把橡皮筋从下往上绕过来，把丸子上下拉松一点，发尾留出了一截头发，拨到侧面整理一下，再拉拉松头顶的头发，低丸子鸡毛头就扎好啦，完全就是松弛又随性的艺术系女生哦。王玉珍之是啊，和侧马尾适配度100。扁头姐妹先在后脑用细皮筋扎个半扎发，再在中间掏个洞，从上往下绕一圈。把后脑的头发扯圆润，然后再把这缕头发和剩下的头发编成三股辫，编到脖子的部分之后，哪侧脸好看就把头发编到哪一侧，一直编到只剩下一小截头发啦，用橡皮筋固定住，最后把麻花辫拉拉松，一定要记得把颞部这边也拉松哦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温温柔柔的，和毛茸茸的衣服特别搭，绑个露丝同款发圈，玉姐都变得美。穿长款大衣的时候，头发干净利落，人才看着精神，在后脑最扁的位置扎个马尾，抛个洞，头发从下往上穿过去，头发不要全部拉出来哦，捏着这坨啾啾，逆时针拧一圈，头发长的可以多绕一圈，然后用一字夹固定住，后脑直接平地起高楼，正面看也是头包脸高颅顶，超级有气质。学废了记得评论区交作业哦，下回。